耶、yeah, 我好是兄弟伟伟，伟伟去年发行了新的专辑，成绩相当的好，相当的棒。谢谢，成功参与了这一部戏。
二三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再一次，新年快乐！来哦，再一次哦，来，来，预备，再一次啊！三二一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耶！好，我们的皇室兄弟的伟伟是不是已经在写春联了？伟伟是不是还没有？是不是？那可能工作人员可以赶快请伟伟来先帮大家写春联哦。陈炫也要写春联，对不对？陈炫好像也要写春联，是不是？